进来，你进来，我出去找。你们这有机枪吗？你刚刚很安静的、啊。你先买补血的，买补血的。我在。我想把直升机交出来哦。我在这里照你。阿静，阿静，你是什么？我是 I N N O C E N T。哇，放 innocent， 大家都会背了啊。都会背了、啊。你不知道现在是写中文。现在是写中文，写中文。以前不是可以写中文吗？为什么？我们下次改成什么西班牙文那类的东西好不好？你是好人吗？我不是好人啊！进来啊！进来！有鸟哎、欸，可以射鸟吗？我觉得灯塔上有鬼。狼人？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被射了！哎、欸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找狙击枪。可以射的吗？长剑，快射他！可是我不是好人，好人。哎、欸，我知道，地球人，你看我，往前射就对了，长剑人。等一下，嗯，我怎么找不到你们了？突然，好可怕！安啾我是侦探，安啾我是侦探，我一定找。对哦，这里。等一下，阿鲁，前面这个，菜渣呢？菜渣呢？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可以瞄我刚刚前面跟灯塔。好，我已经打到他一发了，他已经被打到了。巧克力，你是什么？他是他是他耶，收到了。有没有这个推理？是巧克力，太神啊！巧克力神狙，让我。你知道我刚刚原本以为是上面的，结果他们说会被狙，想说，附近赶快看。我在我太过分啦、啊！没杀就赢啦、啊！有吧？我杀到一个。那掉下去了。哇！你有杀了 Lucy？ 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奶绿进来啊！应该是熊哥杀的吧？没有，我断线。我在我主机的电脑，然后自己手动 reloading， 怎么弄？怒冠 G mode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彩彩在游泳哎、欸。我在桃园。什么时候才回来？明天才要回去了。在桃园可以吗？有啊，他的电脑跟我一样。哦，还行。一样。这把是什么啊？这电脑竟然跟我一样。要跑掉？还会你叫我？啊？我都有一直断线啊。骂鸡啊！他才小六而已。在骂鸡。哎，我是侦探，我是侦探，快来保护我！你是谁啊？你在哪？你就是侦探，我不爽了，快杀他！我去刚那个地方，巧克力，我们去刚那个地方。好，我有点远。巧克力是杀手，怎么辦？我也觉得巧克力杀手，他俩看着巧克力，我先把他叫过来啊！我在巧克力救。啊！你们赶快拿武器啊！我干嘛攻击我？有人炸安啾，有人炸安啾，我看到了。对啊，就是你，怎么可以安啾？就是你，巧克力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巧克力。菜渣是不是你？是你，少来。不是。拜拜！等下，我不觉得菜渣两场都会。关心为什么掉下去？我不打你哦，我不打你哦，你打我。跟着去繁星，我看到，你就在我旁边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而且还故意不杀你。是啊，为什么杀我？炸繁星！谁？炸！你在扔炸弹？哎，彩彩，是彩彩，到底是不是你啊？巧克力，彩彩是不是我啊？我就看到巧克力又开的啊！有，那是谁？因为我看到真的。是巧克力哦！啊，什么我活渣？真是巧克力没死哎！活渣，好像被卡住了，救命！为什么直升机都卡在土里啊？为什么会死掉？安啾是你死哦！谁打我？要你叫出一台，不要一直叫，不要激动，都已经结束了，有差吗？叫直升机啊！你去碰靠一点的地方再叫直升机啊！头撞，为什么直升机一定会飞那个点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一定会卡在土里。那你很卡哎、欸，你可以放水上吗？我刚试过了，就很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要抢我的 shotgun 耶！什么？我要怎么把枪丢出去 ？Q Q 按 P 按 P G 嘿、欸，怎么了 ？Q 啊！这菜渣，你刚刚真的是选手 ？Q Q G， 快点，我保护你！刚才长谁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！我没有枪了，我不要 M 16啊！剩余三把。这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是杀手。谁是杀手？我是我不想当的东西啊！侦探，总拿不起狙击枪。地球人是杀手吗？不是啊，我是人。哎，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没有拿到半支枪。我死掉了。给你，你死在哪里？我好像没什么枪干掉。你真误会我，我好伤心。为什么你要跟着我？因为你误会我。哎，他在打我，我可是我不打，他是侦探啊，他是。我想打你啊！我打到你，我打到你吗？我打到你吗？哈！我打到你吗？哎、欸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！对，有人在打我们，谁？哎、欸，我打了！鱼竿在打你！不要打我！鱼竿才是啦！鱼竿才是啊！你不是 Lucy 吗？你不是你在打我，你骗笑！走开！
哎、欸，阿基在乱杀人！不要吓我啦！我可能后面怎么会有人？对，才才、欸。我一定要讲，我受伤了。这家伙太猛了、啊！天哪、啊，你们上来，你们上来，没事啊。抗体是什么？我想到谁在我后面，我才开枪，我吓到。这个人一挑四啊！哦，怎么打我？我怎么打我？这个人一挑四。哎，真想为什么要打我？他没有人凶手。内阁刚好我输了。老张，我不要给你阿静灯塔，灯塔阿静。拿来保护自己。等一下，阿静只剩他一个了。欸、先不要乱来，我很那个。因为繁星是凶手，他已经死了，只剩他一个。哪有鱼竿才是啊？阿静、啊，对不起，我摔死了。了我这鱼竿啊，他都已经承认了，他已经自杀了。鱼竿高点组队了。哎、欸，二打二哦，加油！对，哇，一个在内哥，哪一个在内哥？有两个，有三个杀手，请给我灭音小枪。我是正常人啊，灭音小枪是杀手才有。不是，鱼竿跟那个阿静都是杀手。我刚才我看到，我刚才就是看到阿静射柴柴，所以我开了阿静一枪。nice， 把阿静射到半血，你知道扣了五，他扣了五十级。你知道我偷射的人是谁吗？就是 Lucy 啊！你知道我杀了几个人吗？我杀了四个人。我杀了很多人啊！我杀了四个。等一下，一个金，我刚刚侦探跟平平在互射，我就顺便帮他们补几枪，他们就两个都死了。我刚刚看到鱼竿吓一跳，就摔下去。那就死了。我就对不起你们。鱼竿已经不再是你偶像，他不不不不，我们是同队的。Lucy 她是我的女神。哇 ，Lucy 又输了。哇，这奶绿，你们杀人都好激动。还有个奶绿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你们好累。奶绿在哪里啊？你不要激动哦，我在调声音。奶绿在哪里啊？他在。我在桃园啊，我在桃园。还岛屿。奶绿，鱼竿，鱼竿丢掉了。有人把它丢掉，我快去找他。鱼竿，鱼竿，你待在上面，你待在上面。奶绿男那一把枪哦、喔。啊。你还会那个吗？你这样讲，他应该知道你们在哪里啦。奶绿是渣。是，奶绿，你这狙击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都没狙到。为什么你有直升机，奶绿？我们拿明小枪吗？如果这时候打直升机，指定会怎样？大家会绞死吗？我们就赢。大概会直接把那两个坏人砍死。奶绿用散弹枪来狙击啊。哇、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马上换。散弹枪可以狙击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奶绿的游戏散弹枪是神呐、啊！加油哦，奶绿！我看到直升机没有看错，他们不知道你已经爬到灯塔顶端了。偷偷摸摸，偷偷摸摸，偷偷摸摸坐电梯，偷偷摸摸坐电梯也太那个。你看，你刚不会损血哦，鱼竿。好猛哦！哦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好猛啊，奶绿！哇塞，鱼竿瞬间没血。再一枪，再一枪。看到他在海边，他在海边。哇，奶绿怎么搭船到另一边了？我要去海边。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完了，二打一啊，二打一啊，二打一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哇，哇，你被夹杀了啦！假杀了啊！鱼竿直接杀了五个人、欸，好好凶狠，太厉害了！哇哦！以后要靠直觉啦，好会杀哦！好说好，凯洛托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把鱼竿干掉吧。凯洛TTT，凯洛进来一起玩。好可以，我进来你就知道做什么。老地方，奶绿你还记得吗？没有问题。你们每个人都要手动 reloading 吗？手动 reloading 什么意思啊？等那么久，我也要手动 reloading。之前不是都会自动 reloading 吗？基本上是自动啊。啊？基本上是自动，没错。是什么啊？不是，我现在要手动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手动 reloading 什么意思？就是要你要自己按把那个子弹打完，子弹要手动。对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然后我已经习惯了，真的好麻烦，而且那一次只能换一发哎、欸。我也习惯自己按、欸。我是习惯自己按，只有散弹，只有散弹是一次一发吧。哦，我是好，反正都是一次一发、啊。哎呀呀，好烫啊！有人好烫，汤进人在叫，汤进人在叫。南绿，南绿，我是侦探，南绿，我在这了。为什么阿静？因为我们上一场是伙伴，你这一场也是伙伴啊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受伤了？是谁？不，跳下来会受伤。我不知道，为什么你们要拿枪指着我？我看你是谁啊？没事。
哪边呢？我是侦探哦，橘。鱼竿是好人吗？我是好人。侦探一定是好人，你离我远。我这才是凶手。你是谁？我去找巧克力了。我在彩彩附近听到巧克力。不要打我，不是我啊！我要没血了哦。他就是有问题啊。谁射我的？猎枪。巧克力，我帮你爆。我看到菜渣，明明是散弹枪射的，我手上拿狙击枪。是谁？哇！对了，我来不及看。地球人。是菜渣。是菜渣。不好意思啊。有人狙击我，直接死了。谁在狙击？熊哥，不要乱来，不是我。我刚射地球，我刚射地球人，囧哥是想杀死我，是囧哥，快杀了囧哥，好准哦，囧哥！哎，我掉下来，好准啊！囧哥狙击一枪爆头，哎，来的有，哇！我猜你是凶手啊！囧哥，那你又怎么连好几场的锤头？对啊，谁凶手啊？是菜渣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快点！还有囧哥，我是好人啊！为什么我没办法查？他是 traitor。哎，囧哥好准！玩这种增加仇恨的游戏，结果囧哥被我偷偷的打死啊！因为 Lucy 嗜血，因为这个团体需要一些仇恨，好无聊。为什么？快快乐乐的不好吗？不然太和平了，我看不下去。有什么毛病？要和平相处啊！喷那么多枪，我有陨落。P 还在吗？答应这样。还在、欸，需要一些内脏。内脏，内脏，内脏。发现我劈出来都被人家捡走了。我分不出来是什么枪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也分不出来，我都随便打。还有够的呢，还有够，一起走。Prepare， 你还有三十秒，很久。是不是先杀彩彩？为什么我站在平地都会被狙击？打个东西。是为什么？不是，我们是永远的好马甲，不是。哎呦，这里居然有个秘密通道！对啊，哎，这边我这条我没走过，这里的。哇，好帅！乱丢死！安啾走过去，安啾你是什么？丢！我还在 prepare。对啊，根本还不知道谁是什么。我呀。卡住了。卡住都会第一次都会卡住卡住，第一次都会卡比较久，都会不顺。什么第一次？玩游戏第一次啊！哎，这里好多人哦。哎，离我们的秘密基地太多人了，撤退撤退。我们是好人，我想要下杠啊！哎，我这么投缘，还有这个图哎，一定的啊，你是定的账号啊！哦，这样吗？哎，橘，你是侦探？我是侦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变侦探了？你就是侦探，为什么？不用激动，不用激动，随机的，随机的。不要，那让给我。好呢。侦探可以玩呢。当侦探，那我要干嘛？侦探很好玩。侦探可以玩，买特殊道具。哦，为什么我看安啾不是？是橘，他是安啾是另外一个。怎样？我知道啦，我只是刚才在想，我刚才心里在想。我要买什么？要怎么买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掉去了。是吗？哎呀呀 ，C， 什么东西飞出去了？谁的贴图这么？你按到 Q， 哎，有人狙击射到我了。哎，不要乱来了！我只是想测试他一下而已。哎，为什么那里烧起来？我看到你被射了。没有没有，为什么会烧起来？在上面乱射，我吓到。狙！哎呀呀呀！旁边不要射，我就直接把他。我杀掉了，我杀掉了。狙！你可以买那个吗？微波炉。盯着我。微波炉怎么买？你先跟我来，跟我来到这里啊。然后小飞把你杀了，你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要过去。你按 C。你杀了我们就不是朋友了。你按 C， 然后杀掉了。底下有那个像微波炉的东西。哎，狙你，小心，男运小心哦。干嘛？我要去捡微波炉。你有买到了吗？刚刚我跟鱼竿在灯塔上面，然后你用滚轮下来。哎呀呀！喂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！我在盖，我在克制，哎，干嘛打我？你干嘛不看一下？我问一个问题，谁拿狙击啊？谁拿狙击射我？有人拿狙击射我。他在干嘛的？这是补血的，你求什么？我在科室，然后有人拿狙击。哎哎哎！下面有谁？谁？谁？我撞到了，奶绿，对不起。死了！吓死我！我刚才科室啊。谁？球。哎，他在磕一个球。科室啊，旁边写个欧吗？看到。别在打我！别。我也第一次看到。我也第一次看到。我觉得彩彩挺安静。彩彩，彩彩。哎呀，没杀到巧克力。彩彩是凶手，我杀了他。我刚刚是被谁杀掉的？鱼竿，该杀了他。啊？我们是被谁杀掉的？我就被楼下的人狙死，然后都没人理我，大家都还在下面。楼下人狙死？我是被楼下的人死了吗？我就一直说我被楼下的人狙死了，然后就没有人要看楼下谁拿狙击枪。有啊，我啊，
你知道我刚有讲啊，我说我在灯塔看窗户，然后我就被散弹枪打死了。我是被没有枪，那两个人在低能什么、啊？放心，我的宏愿就交给你了。你们两个人在低能什么？我帮你刻完这个字。我要宰了巧克力。嗯。巧克力是那个吗？杀手吗？不是啊，巧克力对啊，巧克力杀手、啊。我杀了，我杀了彩彩，彩彩是杀手。你们按 tab 就可以看到。原始来乱。什么叫地球偶啦？你后分我要打死。我被卡点，我死了。啊、我被地球人杀了，他不接受我。我在打地球，打地球偶。哎，我是 innocent， 我就是想杀你而已。我一直当杀手。你小心哦，安就已经当了好几百场的杀手。对啊。安啾，你是有买 VIP 吗？我没有。你也花了三万哦，花了三万，花了四百万。为了所以安啾是你杀我，他花了三万块。不觉得那个偶有人自爬吗？我们应该和平相处，对吗？我知道凶手是谁。可是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除了我们以外的人？我确定是一个人啊，只剩下四个人，只剩下四个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不小心把真机叫出来了。故意的吧？直升机啊！我都已经死了，还可以叫我？为什么不合理啊？我被散弹枪打死。狙，小心狙向男，你小心不要被狙死。直升机那边卡住了，小心直升机被打人，直升机被打人狙要小心。毙了他！狙，是为什么要出现直升机啊？是谁啊？狙，不要过去，你要被打死啊！狙，剩下狙囧哥跟奶绿没有，那开枪了，开枪了！奶绿，囧哥又被知道谁？不能靠近直升机，不能靠近直升机，直升机很恐怖啊！不要叫奶绿，奶绿快去找囧哥，囧哥快去找奶绿啊！我剩他们俩，剩他了。哎哎，囧哥，你不要被直升机打死！太明显了，你们。我彩彩在保护囧哥，彩彩保护囧哥，太明显了！狙，参战，狙，参战啊，狙！彩彩一个麦到队友啦，快把囧哥干掉！你们很奇怪吗？会联想哎、欸，随、啊、便讲。那我，那如果刚好繁星在那里，我叫繁星小心，你们就要说繁星分手。对，就是繁星，繁星。繁星繁星那我们就哪里了？繁星的那张。哎，狙，哪里走死了？我摔死了。摔死了！没有，因为我要赌队友。我看到囧哥要往哪边走，我要赌他，结果我就死了。橘跟囧哥的对决、啊欸，不是就是谁啊？橘拿把枪之后一枪就赢了。你一直在对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会先被直升机打死。橘直接直接到我会不会？橘跟直升机离得很远。不要看直升机啊，橘不要开始啊！你可以橘，你可以去微波炉那里按一会补血。你不要对直升机，直升机不要理他。可是不要走直升机那里。可是你走到微波炉吗、嗯？你不要再上去啦！橘，我觉得你去。自杀好了，下一场我再替你报仇。我觉得你去死吧。就是那里，啊，橘要死了、啊，囧哥不，啊，囧哥直接被直升机打。你去找橘啊！啊，我是锤特，安啾又是锤特，对啊。安啾好安啾超白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杀。安啾就在我们背后突然机关枪扫射，对，然后我不知道哪个才是什么枪。狙击枪是哪一支啊？欸、就是按右键可以瞄人家。嗯